好了，欢迎回来我频道。这次玩家的 Reporter 2这个游戏有出很，他这个有这作者的游戏啊，出很多那种要买的用钱来买的游戏啊，有懂好不好玩？也不知道了，反正试试看了，反正几块钱罢了。哎呦，刚刚我没有去看那个设定啊，忘记了。懂什么东西？这个怎么整个这样子的？我是记者是吗？刚刚我看那个记者，这看什么鬼啊？这些东西很奇怪啊！哇，这个有 Outlast feel 哦，这个这是 Outlast 前一代是吗？Outlast 前一代哦。奥拉船就轮到这个了，撒尿流看黑，记者，这个游戏的记者，这个是第二楼，第一楼没有，没有下水道啊。第一跟第二有什么分别呢？哇，这个，鸡给我这个，这个游戏，奥拉是前一代哦。哇，这个！哇，这个奥拉斯，奥拉斯前一代的这个，这个如果弹东西就完蛋了我。我可以调设定什么？我怎样看哦？这边有看了有 graphic， 现在遥控也是 OK 了，我看。我被吸起，有那天网潮嘞，那里有天网。哇，这个 graphic 没有，死啊！如果 jump scare 的时候，在哪里天网？在这边啊，有。记者是吗？Hello。嗯，什么？真奇怪呀！去查东西是吗？消失？酒店？Find out the truth on this case, and therefore, as usual, they charged and convicted her stepfather and got it over with. Result, s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He died on the electric chair. The witnesses reported that before his death, he kept repeating, That's it for now. I think you should pay a visit to this hotel. Maybe on there you can talk to the staff and find out some details. Well, I don't need 哇，to tell 这个游 you 戏 what 不 to 错 do. 哦 ，graphic 又美， boy. I just did what I could. 又可以出气了，真是啊！我可以杀死之后，我看一下那个资料。Wait, don't forget the camera, or the police will make you look crazy. They need proof.哇，这个奥拉是前一代哟、哦，又有哪照相机哦，这么看不到脸的嘞？每个游戏都是这样子看不到脸的，什么鬼哟、啊？哪里哦？哇，那个 camera 机就没有摸到那 camera 了，什么的子弹呢、啊、？camera， 我 camera 这边对找到了，这是电池是吗？我拿那个。哦，这个，哦，奥拉斯前一代哦，没有，怎么这个脸这样子，真奇怪哟、啊。想放下来有 camera 了，没有那个遥控有教学了，真奇怪了。很难呀，的遥控我要调一下的设定啊。看放 M 看，可以了，放第二个可以。哇，这个 Outlast 前一代哦 ，graphic 又没有。这边也有讲，我被一个噩梦袭击，那个影片，
然后是这个物质，而且有奇怪的声音，和一个恶心的女人，去田里面一直，看我一直听到有声音，是车的声音是吗？外面，stars，这些都是任务是吗？还是火车在外面？哇，这个 graphic 美哦，看得到外面哦，这个，现在出去。第二次，再找一下东西。这什么鬼？这个，这么多可以拿的？你以为像阿妈这样子卖什么东西，照就乱丢？可以出气的，我这个游戏真不错的。怎么每个镜子都看不到？什么鬼游戏？要去查什么鬼？我不知道了，出去看就知道了。哇，这个Outlast前代我不懂会怎样的游戏啊，又是拿照相机了，这么这样黑啊，这么这样黑啊，哎呦，很冷啊，我现在。哟，这么这样子，不要这样玩我了，三更半夜。给我那个东西，真的，我还关注等玩游戏的，等下突然间猛地弹出东西，我完蛋了。那个风声很破裂的风声，人呢？听到我？现在做么了？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到了，不应该浪费时间。我直接来这边了，是吗？这个是酒店哦。这边还有工人的吗？去找一个房间啊！这样这边有人，我怕什么鬼？找一个房间，这边应该有人啊！这样进去，怎么这样黑了看不到东西啊？有吓到我，看到有人呢、啊！不要这样子玩我嘛！趁你看到有人跑过，哟，那个不是人是吗？切，这鬼是吗？丢啊！为什么鬼东西跑过？要拿照相机这样看才看得到东西的哦，都没有人。刚刚我看的东西跑飘过了，碰什么鬼东西？在那边站住，站住，又突然弹东西了，夹了的。之后哎，也是可以蹲住哦，不像奥拉像纸这样哦。很黑，也看不到东西了吗？这个又锁住，什么东西都看没有啊？15，这什么鬼的东西？后面有东西，15，什么呀这个？要转过去，说你弹出来会很好玩的这个游戏。再弹出来哦，那个鬼弹出来也很好玩的。不要这样子了哟，这个音弹钢琴都没有人。有，我看到了，什么鬼这个？刚刚我没有看到这东西这边呢。有。刚刚我没有看到有这东西的嘞！哇，这是什么赛车？这个你要不要留这样东西啊？啥的？这我这么可以露营的我，什么鬼游戏的？订房间可以直接上去，没有人可以直接上去吗？那个风声很冷的，听到我。这边呢有墙了，到了这里之后，我应该来什么？不要浪费时间，开始我要找一个房，然后就跟这边都没有人，怎么会讲有人呢？这是可以进去的，没有人可以直接上去吗？什么这个？嗯，
西了，对吧？那么有东西，压压压出点弹东西就好玩了。就一个可以压罢了，那什么对吧？管回去罢了了哟，不要吓自己了。都没有东西，有什么东西哦？这样黑的，看没有东西。这个不是人来，这个啥的？问，咱进房间呢？这个又锁住，很黑耶，看不到东西，完全。要看看看，下去了，连弹东西出来了。我电池不够啊，这个槽不能像奥拉这样子，哪够电池啊？没有东西，而从这边进了。这个都没有东西，这个假的吧？这个废物啊，就这个。屁股，你看，没有理由了吗？什么鬼游戏啊？都没有东西。做什么？现在我不知道了。有理要出回去吗？叫我进房间。这边是酒店，问题要怎上去订房呢？这么奇怪的游戏，玩到我的模糊去了。这样可以怎看呢、啊？有理要出回去吗？可是可以蹲哦。难道有东西可以走那边？来到这边，没理由啊，这边就过不去。你这边什么？这边可以要的吗？有，你这边可以进来的吗？喂，这样子不可以哦，电池不够哎。你这边去哪里？这边？怎么会自己关门了？放屁声很多、啊，你们听到吗？怎么会这啊声音啊？这边去哪里？这边很黑耶，咱看啊，没有东西哦，完全。然后这边一个镜子，这边去，这边就可以开。好像绕圈圈这样子，这样的多门的什么、啊，这肯定锁住、这个要密码，这个你给我玩二十，刚刚我看那个二十五，二十五有什么嘞？我刚我看那个二十五的嘞，二十五十二，有的二十五十二吗？难道这边还要找？哪里有、啊、没有理由了吗？试看二十五、五十二，二十五、五十二，不是我，这二十五什么鬼啊？我看那个二十五，刚刚在那个一进来的时候，那个大门那边有个二十五啊，这边就可以来，走什么都看没有那边，这样黑啊。看哦，啥的这样黑？这样子不可以啊！我有无力电池，怎样玩呢？不够玩的，我这这边就不能这么这边，正好要给你走进来，没有理由有东西哦，我这边。刚我看那个东西跑过来，你们看到吗？没有理由看错东西吗？刚才看到东西跑过了。刚刚这个东西没有在这边的话，之后这个被一崩，这个应该是我的东西了。刚刚我看那个二十五在哪里啊？这边是吗？还是那边啊？这边，这
边又开不到，不要耗我的电池啊，不够用哦，电池啊。这个可以推吗？没有就可以推了吗？这样大响了。哎，这边，这边有个25，这个是密码是吗？25。你这边又靠，咱讲哎，25这个东西什么鬼啊？这个应该是密码了，这个。怎么这样子啊？我的 screen 看到不同的就会这样子，好像奇怪的。哦，这个是哦，这边有讲啊，破盖有早讲啊，这边有25。什么钟？有钟是吗？哪里的钟啊？钟？我去看一下哪里的钟。他讲这个是25什么钟呢？有个钟，我记得有个钟在哪里啊？怎么会这样子？那个 screen 怎么会照上去要这样子？很奇怪，刚刚都没有啊。这个可以开，那个后面有什么东西？没有理由吗？这个又可以，这个又可以摇，怎么这样东西可以看到呢？什么呀？这个又不可以摇啊？怎讲呢？讲讲我不明白了，这个四个难道是254254什么呢？没有理由254吗？12345625426啊，没有理由2546啊，是这个钟的嘛？哎，这个钟啊，要看这个压这个，要穿前面那个。跳在我脸前面的勾裂了，你看这个 camera 很压力的嘛。2546没有2546嘛，这样奇怪了，很压力啊，玩到我现在。这边一定有东西，没有东西嘛，很黑的，哇，这个钟啊。哎，这边可以压。哎，怎么突然间摇了？哦，你看到了，2575，怎么这样子的那个密码？看那个相机，玩到我压力啊！2575，我试看是不是2575是吗？不是，我这是什么7525啊？哎，是哦，开到了啊！哎，怎么？哇，吓到我了，啥？那什么这个？那否定什么这个？这样奇怪的，这么会死哦？什么鬼游戏啊？我在哪里啊？真的7525这样给我是弄掉转是吗？怎么发梦？刚第一次玩的，哎，在哪里有我？真奇怪啊！第七天，现在我怎么没有路走？我去哪里？怎么？什么鬼哦？然后呢？这边什么东西？这边？哦，这个刚刚哭了是吗？这边有东西，这个兔子给杀了。刚刚那个谁的这样大只怪物，这么像我玩之前那个怪物声音，就。什么鬼啊？
看你有怎样看呢、啊？我看那个东西弹过，你没有看到吗？跟我看的东西跑过嘞。我看哪里来我都忘了，我这边来的刚刚。你看，你看，很危险的哇！跟 Outlast 有的比啊，这个游戏啊，这个一锁住有没有搞错？要找东西啊，这边呢，全部锁住了，有个很头痛的交付，我要专心。这一次，这个物质，这个奇怪的物质，我有来过这，我希望我不会再来了。帮我错了什么？我又来这，可能是少了很重要的事情。上次是我又一次来这里，没有路了嘞，有什么东西要做？你又退又回去吗？屁股啊，都没有路走啊！走哪里哦？这不是可以压的这个？什么？这是开门的是吗？诶，怎么看到有手印啊？开门了是吗？真的？哦，是要开哦。问题是什么、啊？这个？这个手印什么鬼东西、啊？可能是很重要的东西要拍下来呀，又关门了，应该是没有东西了。问题那个手印是谁的手印来的呢？看，很危险，每次这个东西都是非常吓死人就有了。去哪里我都不懂，现在这样多路走。多木偶，你懂吗？你看，超多木偶的了，完全都不懂要走哪里啊！什么声音啊？突然这样安静了，撞墙是吗？破开了走，哟，吓死我啊！这样黑啊，啥的？哇，这个游戏有的比哦，真的。这个游戏真的有的比哦，跟 Outlast 这么前无人，你还迟到玩呢？呀，你看，走一半出来，你哦，吓死我了这。走哪里啊？怎么像，跑到这样怪的地方了？转出来，你看到一个人，哦，这个游戏很奇怪的，走回去，这么去哪里这边？怎么走回来这边了？总觉得能绕一圈这样子这样了。这边刚刚我刚玩那边了，应该是玩这边了，没有错的话。不可以，走电池没有，不够电池用，才9粒罢了。这边就不能去，这应该是，这边应该是一样的了。我从那边绕圈圈，这边去哪里？这样黑的这个方向，要拿这个相机出来才看得到路的我。第一集玩了，为什么没拍到？玩到第二集了。这样子不可以哦，电力哪一个？我又没有找过电池，才只有5粒罢了，但是又剩4粒。看，我不懂想死啊！现在要找东西开啊！现在不懂在哪里啊？很多机关啊，这边傻的东西，咱墙这边应该有机关的这边。刚刚那个图片那边就给我压才开了道门，这边一定。一定有东西要用，要弄这边。
这边附近这边有东西，哟，杀到我了，什么鬼那个？快点跑，快点跑！吓到我，什么鬼那个？突然间跑，我有的跑了是吗？丢早讲嘛，奇怪，讲好了可以给我跑了。咱玩的都跑不过他啥的，死掉了哟！骑马干呢？